这就是热毒性以后的。箱子，整个这个可以打开，这个可以拉出来，拉出来以后这底下有一个，这儿这底下还有一个，这儿这个只拉了一边啊，那边有，这边没有，奇怪。
个是可以起来的，这个架子可以往上起，可以收进去。嗯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可以起来。这是两边，这是这边。伸缩的，这可以出去的。在这儿，这儿油缸推出来，这边是这边，它是个中置轴的这一块。这边是一个，差不多的结构，但是不是一样。这边，这个没有用油缸，这个是四缸。哎，滴我脖子一滴水。嗯，四缸，这边。嗯，解放的车改的。哇，这么大劲儿，哎，拉不动。说实话，真有点。